行，你在楼下等我，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就下来。时候不好，少妇，吓着你了。欢喜哥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欠你的钱我会很快还给你的。搜索这辆车经常出现的地方，选取停留时间最长的位置。有了。爷，你怎么喝上茶了？哎呀，嗨，这是洗脚毛巾。爷，爷，你怎么样啊？严不严重啊？我走之前想让你成个家，爷爷死了也瞑目呀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好好养病。爷，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明天我就跟莹莹去领证，这么一冲洗，你的病一准就好了。爷爷，你好好养病啊。我不喜欢欢喜哥，我不会跟他领证的。女孩家的，欢喜这两年对你多好，咱可不能忘恩负义。你不嫁给他，嫁给谁啊？嫁给我。你是谁啊？姓郑郑。爷爷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请。给我掌声。郑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，就跟过来看看。爷爷，你怎么还有男朋友啊？我没有。郑郑，都怪你乱说。我这不是帮你。姐姐，真的不用我陪你吗？你先回去吧，等爷爷身体好一点之后，我就回去上班。先回去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姐姐，你先进去吧，我看你进去，我才安心。我怕你会紧张，告白就像躲藏，当勇敢爱是不知去向，喜欢在夕阳下牵着手肆意生长，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，念念不忘。